平安。唔该，可唔可以帮我做份问卷啊？先生，唔该，可唔可以帮我做份问卷啊？先生，唔好意思，可唔可以帮我做份问卷啊？先生，唔好意思，可唔可以帮我做份问卷？先生，唔好意思，可唔可以帮我做份问卷？想不到香港也有这些骗人的。我咁我由细个已经开始中意睇戏，咁好记得细个嘅时候，去到啲租录影带啊、LD 嘅碟嘅铺头里边，系基本上日日都去租好多套戏啊，翻屋企睇啊咁样。咁由呢、這个即系。細個嘅時候見到所有荷里活片名，見到乜乜爆炸咩咩計劃啊啲，咁就覺得好刺激嘅。去到所有殭屍片啊，咁都會租翻去睇。咁其實都慢慢覺得自己係即係好中意即係睇戲唔同戲。咁但係真係開始想做導演，其實係去到中學啦，我諗係高中嘅階段。咁喺學校就搞啲即係電影學會嘅嘢啦。咁然後自己慢慢就去睇多一啲即係除咗主流電影裏面外嘅一啲另外嘅一啲戲。咁就更加開始發覺原來即係電影世界係可以咁廣闊，由即係電影嘅歷史啊，到一啲即係拍攝上嘅技巧啦。咁其實反而最重要嘅，我覺得係真係可以去認識自己咯。我諗成個即係做創作嘅過程都係即係去明白自己，即係究竟係一個咩人，究竟我睇事物嘅方法係點樣，究竟我點樣睇每一件事情。咁係咯，咁嗰樣係最學到嘅。